旅美生活花絮。15自助餐商场剪草 Street Louis 圣路易斯美国密苏里州 MOUSA圣路易斯 Street Louis 是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重要城市之一。本集影片呈现的是旅美期间生活花絮，自助餐商场剪草。影片制作不易，如果喜欢影片请订阅关注点赞分享，感谢您的支持。Yeah, it's like, I'm gonna let you go.
是还不错，蛮会卖的。旅美生活花絮十五：自助餐、商场、剪草。Street Louis， 圣路易斯，美国密苏里州 ，M O U S A。